庆生会，我们是你要做蛋糕，然后哇，没有搅到，我也是第一次做啊。然后我们包东西啊，哦，他不会做美劳，我真的没有包哎，不好啊。还有学校要去探访，太感动哦。今天呢，非常感恩这个机会，为石潭乡的朋友来服务。我也可以来，我农历十月啊，双十节订婚的。